你这波操作搞得我都不忍心杀了呀！啊，这把才刚下款，就看到敌人在这分赃，这种好事怎么不叫上我呢？这个更好笑，大残也不打个药包啥的。现在不去打了，想体验一下机甲在主楼偷箱子的感觉。结果才开了两个箱子，就来了个头寒，让你偷了吗？就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现在把 boss 打了，机甲打 boss 非常快，具体有多快呢？其实连 boss 都知道，就五秒。看看掉了什么货来。正当我准备去开矿的时候，脚步声来了。想什么呢？一个人还想单挑我？他的队友在主楼，问题不大。外面还有一个，这三个不是一般的穷啊。然后就看到有人召唤矿机了，这是准备引我过去啊？我还真就吃这一套，不是，原来是个卧底啊！来，给你打。接下来就有了开头那一幕，可能知道自己完全打不过，害怕的连续爬下球了，甚至把他的修复野牛都丢了。来，给你把更好的卓越 MG3。你们说他待会会不会背刺我呀？感觉有子弹的话应该会，不过机智的我并没有给他子弹。现在撤离矿机也到了，直接撤离看看赚了多少。OK 呀，才赚了200多万。